秀云老师，他呢所呢表演隐形的翅膀。各位来宾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其实在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，特别的场合，有个非常特别的俊杰，那我们也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音乐，这个音乐叫做天舞。那我们都会演奏三首音乐。那第一首是第一首叫做隐形的翅膀，也是希望俊杰在音乐的世界，在艺术的世界里能够尽情遨游。那第二首是带来是阿布维丘，是赞叹我们玉华姐有一个美丽的温柔的手，能栽培俊杰今日有这么伟大成就的艺术世界。那第三首是来生愿助于多年，是希望祝祷各位与会来宾都在美好的音乐世界里有一颗平静的心啊，随遇而安，宁静致远。谢谢。我想要讲。